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在室内城堡中看到比室外城堡更多的闯关、攀爬、玩偶、小屋的充气造型呢？其主要的原因是室内的空间有不少都是限高的，跟室外滑梯比起来，去掉了许多高大的滑梯和攀岩，添加了更多闯关、玩具、小屋等造型，趣味性更强，更适合年龄小一点的孩子们玩耍。室内城堡款式有很多，视频中仅列举太空猫、音乐城堡等产品，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欢迎加关注浏览我们更多作品。